这个是一瓶，啊，这是一套，一号零是一套，你买一套有活动，一套69米，不买一套的话是一瓶39，39.9加一起78.8，能省10米，知道姐们？所以为啥让你买一号链接？成套了还好啊，姐们。这套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套我这是自用款，有没有老板签上见我用的？我这自用款，姐们不好用，真的不推荐。你脸松垮垮，体猛拉筋猛滞。啊，干纹、细纹的、抬头纹的、法令纹的、川字纹的、对抗岁月，皮肤暗黄暗沉、去黄提亮，对不对？大干皮、大油皮，你就随便用。你看小分子，为啥买花瓶要买小分子的？姐妹，你家有这东西吗？你看好不好用，自己看。39块钱一瓶，39块9一套哈，69米，真的。家里这样花生手快没有了，或想要花生花瓶了，或你敏敏肌了。啊，大干皮、大油皮，不知道该怎么用了，一定要去试这成套的产品。看见没有？39块钱，啊，姐妹，39块钱，一定要买套哈。你看这瓶子好看，它成套好多呢。和这锅都一样啊，和这锅一样的话，但是我不想在过程中第三天，不是第三天气吧？我不想在过程中就没有地位。这就日本男尊女卑太厉害了哈，大男主义太厉害了。你没有自己思想，没有说哎呀，一个男人去体贴你、关心你、对你好。而是啥都要我多累呀，亲们，这么多年了，而且关键一天两天可以啊，9年了，亲们，这个从深圳发货，纳豆的话吃，你要是一两天吃能吃完的话，放新鲜的地方都可以了，吃不完的话冷冻，啊，在国内啊，国内不好的话自己过呗，对不对啊？这东西又不是死家伙，都大了，还能谁离不开谁呀，啊？对不对？哎。老弟们，这女人地位，日本女人地位太低了。俺家我是真是没有地位，我在自己家说话里我都不能大声说话，我这么憋屈，对不对啊？她回家我每天嗨不说吧，就是每天她往哪一坐我都不带动的，啊，倒不是说非要让她干点啥，只是说，哎呀妈呀，不行，跟她说你也理解不了那种心情。哇，别把我晒黑了呀，是不是把我晒黑了，亲们？换个地方吧。我把我晒黑咋办？也没画没有卖到，把自己晒黑了。哎，我都不行啊，叫我换下位置哈。我觉得晒着我了。来，咱们换位置去嘛。可以，可以，他可以，可以那什么，但绝对不能晒我。我这人就不能晒，真的。真的，看好多人都户外啊，我啥不喜欢户外？我这人就是本人，好不容易把皮肤养好了，不想晒黑，就不喜欢晒，接受不了晒，黑不溜秋了不行。所以说我每次一出门哈，去旅游，白怪那防晒霜夸夸会让我上抹，你看我不管去哪儿我没有晒黑，真的。你在那个东西你是一定会伺候它的，那你看不看能不俺俩能伺候到最后，真的。你看俺俩能不走到最后啊，你都关注呗，对不对？话说到这儿，那都一盒不知道多少克，他那是12盒，都过了吧，亲们啊，这个一定要买啊，亲们，真心跟他介绍一个产品，自用款啊，亲们，你看这个水，我今天都看多少回了，看这水没，亲们，脸松松垮垮，体猛拉筋猛滞的，干纹、细纹、抬头纹、法令纹、川字纹，对抗岁月，大干皮、沙漠肌、超补水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说你给我一次机会就不让你失望啊，再咱家这个水啊，亲们，过了啊，这一套。买花送给自己，要那玩意儿干啥？我卖那花送那点钱的话，金你那一两千日元的话，我买个花，我剩个存钱去买黄金啊。我也喜欢黄金，现在我每次回国都买黄金，这次要回国还买。送给自己礼物，你表弟是我乖。好，让大郎买。咋买过？买啥死啥？摘种过花儿，喂老鳖都能把老鳖喂死，真的。那时候俺弄了一个乌龟，那乌龟都能活去吗？那老鳖能活呀，啊？对不对？以前是种花哈，早弄个花哈，汤雪花，不管啥花，只要到我家必死。我家可能不适合养这东西哈，可能人没有人，更没有人气吧。人都差快半死不活了，你还养花，养好几回花，从那以后再也不养花了。不养花以后想弄个老鳖吧，能活哈，它饿不死的，挺能活，耐活的。哎呀，那个老鳖基本好不容易弄回来以后哈，那老鳖铲不开哈，它自己杀了哈，
他从楼上，妈从二楼层楼他跳下去了，自己那么大一个地方哈，那么大阳台他不跳，搁放那么大高桶里边呢，他自己跳下来哈。啊，对对对，那个乌龟就不用找到以后那就这样，那乌龟就这样了，找到以后那乌龟就这样了。哎呀妈，那呀，我心想那乌龟反正不能活，为啥太高了？再这样子，再这样子，好几十层。再这样子，就是乌龟在水里呢，探险麦呢，打开，去，给它打开了，好，啾，死了。对呀、啊，哎呀，挺可惜的，要这把它放了啊。但是砸人了吧？我觉得没有砸人，那半夜三更跳楼了，老鳖受不了，老鳖在我家受不了，真的啊，弄可严实，就怕掉下来。哎呀，藏。再这样子那个富二院，就那点小西缝，还咋钻进去的？咱不知道哈。那么大阳台，那么大阳台，还有给它放可严实了。就那么地方，就那么钻的小富哈，它钻下去能跳下去。你说说，亲们。再这样子，飘。说从那以后啊，俺家没有再养过任何东西，不养了。真的再养的话，良心了哈。都说生命，一个乌龟都想不开，乌龟那么能结实，都不死，都把咱俩喂死了。说从俺家哈喂鱼。那喂鱼没有太狼，鱼死不死？死了。死完，喂鱼死完，一个不活，一天扔死，买了好几十条鱼吧，一天死俩仨，一天死俩仨，最后死了一点儿不掉了。你别招我云台，俺不养。来，亲牙膏，亲家再买几袋牙膏哈，有没有牙黄的？小来俺家小摊会卖，来一杯，展示一下才艺。卖呀。嗯，牙膏啊，口气口臭牙黄，喜欢咖啡的人一样都用这牙膏，因为牙膏就是靠享用的。你要买的是啥？你太快了，介绍的我都听不清楚。牙膏啊，口气口臭牙黄，喜欢喝咖啡的人一样都用这牙膏，因为牙膏就是靠享用的，可好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口气口臭牙黄，啥都在里边，黑牙膏。为什么说黑牙膏呢？因为里头也黑，外边黑都黑，所以要叫黑牙膏。你买的是小牙膏啊？明明，普通膏体哈是白色的，咱们这牙膏里边是黑颜色的，它以黑制黑，以黑吸黑，告别咱们大牙大黄牙。真的，你去试试，它里边有个不灵不灵的研磨，看见没有？有不灵不灵的白色、黑色、黄的东西，它把咱牙弄脏，弄给它磨掉。所以说它以黑治黑，以黑吸黑。所以说咱们有牙黄啊、牙垢啊、牙渍啊，平常你爱吸烟呢、喝浓茶的人呢，你都可以试试。然后哈，这个牙膏它是绿标的，看见没有？所以说哈，咱们孕妇啊、小孩啊、三岁以上孩子随便用啊，用就安全。咱们我刚才说了多少遍的哈，牙膏请一定要用好的，因为到嘴里的东西，所以不让你吃。多少是不是到嘴里的？所以说牙膏是个生活日用品，牙膏亲是个消耗品，牙膏是个必需品。上到老人下到小孩都要刷牙，刷那么多年牙了，牙还是黄，还是口气，还是口臭，没有啥大变化。你换牙我去试试，不要照我一个牌子很用，货比三家。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亲呢，你回到家哈，你嘴里有味儿的时候哈，你吃个大蒜，去吃个洋葱，你用这牙膏刷一刷，这口气清新。你用别牙膏的话，你嘴里还有味儿。所以这清新口气也好，这白茶和那个。你买的确实好用，是不是？这白茶和那个什么香的呀，和那个薄荷花香的，薄荷味的，所以说它口气清新还好。你再不相信的话，你牙拍照片，照个镜子，你再用段时间，你那牙哈，你那牙变化不变？你看你牙对比一下，亲们啊。所以说牙膏一定要去试试，亲们，真心好用啊！这卖多少长时，拍很长时间呢？我们家自己用的一个牙膏，真的，要不然小当不愿意卖牙膏哈。要是说不贴上卖的话，当啥不会说哈。就会十句话，就其中有一句话就说牙膏买买，他都会说牙膏。你想想，我以前都卖牙膏的哈，天天就牙膏牙膏牙膏的，喜欢叫牙膏，啊，因为这东西天天用的东西亲哈，是不是？家户都离不开这个东西。所以说哈，拍了哈，今天拍的话，人家鱼儿飞走了，它是现货，可快了哈，你要四五天嘛都能飞到你家，啊，你看它写的是现货，这个现货哈，牙膏现货。来过了亲啊，牙膏啊，一定要拍啊，亲们，牙膏一定要拍啊，跟能过了哈，好东西哈。那在国内买又不便宜吧，一支也得18块，也得二三十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牙膏是三支39，一支牙膏110克啊，美的洁喷，110克一支啊，三支，哎，好快啊，4点多了，
都买到吗，亲们？买了吧，谢谢，感谢下单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一拍，谢谢，感谢支持。你用手都摆，这天手抹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。咱家大龙挺招人气的哈，有没有知道的？大龙可上人了，我就直播间就是100多人，没有人了。大龙早一来过连麦，咔咔一会儿几百人、1000人，以前哈。